大声，那可以，这样可以。喝茶。
Namo te sasunaye, namo mo te mo te dhiti sasunaye, namo na yama no na saye, to na te saye, namo mo te mo te, namo amirapaye. Yata getaye, alayate, samya samhataye, namo mo te mo te asubiye, to na te saye, alayate, samya samhataye, namo mo te mo te, misasaye, jiruye doye, panay mo na saye, Amen.
Sama,
啊，回向，愿以此功德，底下师父念，消灾在座诸位法师，诸位护法居士大德，消灾点灯，啊，点灯者回向在讲堂设立亡灵八度者，底下一起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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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昨天呢，我们谈到《楞严经》的重点是在讲什么呢？《楞严经》的重点，一是舍事用根，舍生灭心，用不生不灭的根，六根里面的根性，在眼叫做见性，在耳叫做闻性，在鼻叫做嗅性，在舌叫做尝性，就是不生不灭的根性啊。那么舍事用根就了悟了真心的本体，用这个真如不生不灭的如来藏性修行，一刹那之间就与佛相应。我们因为用意识的轮回生灭心修行，所以百千万劫不能成道。我们现在一下手处，就用不生不灭的根性为本修因，直接就切入佛的涅槃本怀。那么舍事用根就有这个好处，直取佛道，直取涅槃。那么楞严经的重点呢，昨天我们来讲了五会的楞严咒的重要，我们也把经文讲了一遍啊，这个功德利益让大家都有了信心。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楞严经的重点呢，是防止模式，就是防止